对不起，我正在想办法。对不起，福林，能不能让我带一队人马出城应战？倘若我兵败，你也不用打开城门，这样便能暂保内东关安全。不行，孟一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我不能让你也身陷险境。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，就算是死我也要去救她。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，你先冷静一下。目前越政对蒙毅人还有些利用价值，我相信他们暂时还不至于真的对他下手。雪儿，你说你想戴罪立功，亲自前往北疆查看。是父皇，我听说朝廷援兵目前驻扎在孝平城，儿臣不确定这是否是国舅战略上的意图，所以想亲自去了解一番。好，朕准奏。谢父皇。请皇上不要让寻儿前去战场。如果不是国舅驻军在孝平城，寻儿何须亲上战场？出发前朕再三交代于你，战事非儿戏，叫国舅要放下个人恩怨，以朝廷社稷为重。可是你们竟然利用战事之便欲置麟儿于死地。此事臣妾真的不知，还请皇上明察。内东关告急，国舅抵达北疆，不尽速前去驰援，在孝平城驻扎做什么？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内东关被攻破吗？皇上，也许国舅有自己的作战方案，并不是存心不去驰援。住口！国舅寻思报复，你还想替他狡辩？枉你身为一国之母，气度还没有寻儿宽阔。他担心内东关百姓安危，愿意早日为他们解围。可是你们呢？战场杀伐，岂容观望？你们实在太让朕失望了。病了一场，给你拿些吃的。吃吧。你会这么好心吗？啊，也是。我希望你吃了我的东西，做我的女人。切，你少做梦了。做梦。恐怕梁王也希望你一辈子留在蒙邑，否则自己的王妃被抓，他为什么不出兵？你放开！你凤林不会那样的，是我不让他来救我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把这些东西全吃掉，好好活着，看你的梁王会不会来救你。放我走吗？我骗你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去剩下凤林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真心话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王爷。
我理解，如果我是梁王，我也不会因为一个女人置全城百姓于不顾，我更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让全军将士陷于危难之中。可问题，这个女人是我妹。月泉，行了，别说了，魏侯。幸好还有你能陪我喝酒解闷，这不挺好吗？喝。月泉，你我兄弟不用客气，我除了陪你喝酒也不能帮你什么了。你说我不说了，来喝酒，干，你把这杯干了。酒是好东西，能够让你酩酊忘忧，来一壶压力就没那么大了。你就跟我一样，来一壶以后你就不会觉得累了，就轻松很多了。我先休息啊。